黄秀柱访中返台，蓝营八县市年底前有利多。结束红席会的柱柱姐回来了，看看这接机人潮。这次到对岸的五天四夜参访，柱柱姐带回来什么好消息呢？姐协助蓝营执政的八个县市，至少在今年底前到大陆去做一个农特产品的展览、观光旅游等等的展览，一些落实这个整个的一个论坛讨论的一个结果，我们会继续持续努力，就要对于我们台湾同胞、台湾人民有帮助的事情，我们都会继续进行。对，在八件事这个利多的部分，是一定有做出一个相当的承诺嘛？大家等着看，年底之前。执政党一直不断的，还是对您这一次的出访说三道四哦，您个人感觉怎么样？我们自己慢慢走啊、慢慢做，大家都知道，感受到大家的这个热情。同时在跟对岸领导人见面的时候，双方都展现了相当的诚意，用这个善意。台商朋友跟台生，他们都非常肯定，希望持续两岸这个交流的这些活动啊，不断。突发中心桃园报道。